是弟弟最喜欢按的垃圾车。我们现在是要到一个 park 吧，是骑脚踏车。这边的小朋友都是骑脚踏车，然后设计的跟路上实际的状况一样。但是弟弟咧是喜欢按，然后这次还有红绿灯。然后德德咧也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，还有交通号志，还有他们那个姐姐看如果有罚违规的，还会给他一张贴纸当罚单。嗯哼，弟弟还在这边，他是垃圾车迷，已经在这边好久了。